喂，有空吗？现在有空，你说。我约了秦小南的班主任，年后见面。人家马上就要带秦小南了，想见见家长。他爸妈肯定去不了，尤其秦明宇，过年之前。那我们俩代表吧。我们？对啊，叔叔阿姨嘛，也算半个家长。好，没事了，你忙吧。桂晓。嗯。你哪天的航班？回来的航班？明天，明天下午。正好，我明天去北京办点事儿，顺路带你回来。你要来接我？正好顺路，你记得把航班号发给我，我算一下时间。嗯，好。有事儿，先不和你说了，记得把航班号发给我。再见。再见。咖啡吗？你们都不喝咖啡的？我喝黑咖啡。哦，你们喝咖啡啊？你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就是不了解，比较好奇。你说你是来办事儿的，来得及吗？我可以自己叫车走。爸呢？那我喝完这个就走。今天休息，不急，你慢慢喝。初二有空吗？秦小南班主任见面的事儿。初八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桂晓，过年好。春节我之前联系起来不太方便。提前说。提前春节好。走了。